街上呢，也是用了一些新的一些技巧来呈现。那这个是我们很也有这个地方的一些地方，所以呢，要把这些农村的这个构思，所以这些呢，要非常的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啊，一次一下就可以结束了哈。那海水。台南，其实我本来是有爱徐叫女王之滨呐，哈，就是因为它是在女王头旁边的那个一个很漂亮的海景。那后来的话，还是他们告诉我说，像今天跑到台南，那我就好吧，那我们就直通台南吧，哈。